好家伙，你这条命我今天收定了。大言不惭，条件算是符合了，就是这副长相不像是什么正经人。 究竟能让他到何种程度？你们不会拒绝我吧？这里的人，你们一个都带不走。我会用九龙雷罡火协助二位炼化药材，融合药材则拜托二位了。 没想到这炎霄年纪虽小，竟也坚持了整整10日啊！哼，我看他只是运气好罢了。炼制火不丹的过程果然繁琐，光是药材的炼化与融合，就已经造成了灵魂力量的极大消耗。幻大师，您还好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嗯。 能坚持到这一步，这两人都是有本事的。尤其是那炎霄，灵魂力量格外蓬勃不说，还能在保持融合速度的情况下，不出丝毫差错。火儿，这次看来真的有希望了。但愿吧。 明明已经到最后一步了，唐谷主，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？炎霄小友，你能独自炼制这火蒲丹？继续炼制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可若就此放弃，便是彻底失败。
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吗？你独自炼制这火符丹，怎么可能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是谁教出来的？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？元宵。 在下已经完成约定，告辞。站住！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萧炎，是他！这家伙居然是萧炎，他疯了不成？他竟然真的敢来！竟然是他！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，根本未将我风雷阁放在眼里。萧炎，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萧炎，就是他小子，就是强行破掉风雷北阁三大长老布下的九天雷狱阵，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个，啊，他竟还敢来雷山！这小子居然就是萧炎，这下好玩了。 萧炎。 怎么，废阁主今日又想对我出手了？残影，几个月不见，实力确实有所长进。 难怪这么嚣张，在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，专干倚老欺小，以多欺少之势。小子，狂妄！雷尊者若真觉得小子与风雷阁有战争，何不自己动手？以斗尊级别的实力，小子恐怕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。 这小子倒也狡猾，几句话便逼得雷尊者无法出手。不要在本尊面前耍小把戏，要请你，还不需要本尊出手。当然，有位雷尊者主手，反正是风雷阁，常干的事。这萧炎令我风雷北阁名声大损，今日说什么都不能将他放走。
尊者，这是我奉雷哥与萧炎的恩怨，你此番出手究竟是何意？郭早。